啊，第二个方式我们已经介绍过了。第二个方程就是叫做 logistic equation。哦，那这个由于这个我们环境的这个资源并不是无限的，所以呢，这个 Earth。这个，它是 discover 这个方，啊 ，discover， 啊，也不是 discover， 这是一个数学模型，所以，啊，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就是 construct a mathematical model。model， 那就是 dx dt 等于 rx 再减掉一个 bx 平方，那这个 bx 平方就代表就是说这个在物种里面呢，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它会产生竞争，所以它就用 bx 平方。那其实你也可以用 v 的 x 三次方啊，五次方啊，但是 x 平方就是最好用的，而且能够解释生物学上意义啊。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r x 一减掉 x 除上 k 啊，那这个东西就是。dx dt， 这个就是 logistic equation， x 比如说零等于 x 零，所以这个东西是个 autonomous equation， right？ 那有了这些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来。introduce 一些跟 biology 有关的这个方程式哈，那这些方程式呢，第一个方程式是，这个，就是，这叫 Lotka-Moteur。Predator prey model。这 Lotka 是个化学家 ，Moteur 是个数学家，那他们同时发现的下面这个方程式，那这某特尔这个为什么会写下这个方程式呢？就是因为他的女婿是一个 marine biologist， 那时候在地中海啊，有个这重要有经济的价值的这个鱼，对不对？他的这个成长呈现一个周期性的 periodic， 所以他就问他业务啊，为什么是这样啊？然后好，那他就照给他看，而且所以他就假设就是 assume XT。B population of
array species， 比如说什么叫做 prey 呢？就是被吃的，大吃小 prey。prey， 比如说像小鱼呀、啊，哦，反正在大自然世界里面，甚至于在人类的社会里面，都是大吃小。啊，那我们就令这个 yt be the population of predator。哦，predator 我们就假设是大鱼好了，大鱼吃小鱼，对不对？因为在地中海那个时候呢，有鲨鱼，对不对？哦，那假设呢，我们就假设这个 XT grows exponentially所以就说第一。x dt a x， 如果没有大鱼吃它的话呢，它是这个 exponential growth， 这是一个假设 ，OK， 它是 Maldusian growth。那如果有大鱼的话呢，那就减掉 v x 乘上 y。是被吃掉的，哦，那 dy dt 呢？它的 population growth 是怎样呢？你吃掉这么多小鱼，造就多少大鱼，所以变成一个 c xy， 哦，这个 term 就是完全是大鱼吃小鱼，这个。产生的 population， 然后再减掉一个 dy， 那 d 是 death rate of predator， OK， 好，那所以这个 model 呢 ，x 零等于 x 零。y 零等于 y 零，好，啊，这个叫做 Lacto-Voltaire， 啊 ，Lacto-Voltaire predator-prey model， 啊，那另外一种呢，也是这个 Lacto-Voltaire， 啊，啊，另外一种也是 LV。就 Lacto-Voltaire predator prey model， 就另外一种，那它是这样 ，dx dt r x 一减掉 x over k。就是说如果大鱼没有吃它的话，这小鱼呢，它是 grows logistically， 就是说它是在这个环境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它就假设这样，然后再减掉 vxy， 是被大鱼吃掉的，啊，这大鱼的 population 的，啊，是 cxy 减掉 dy。OK， 好，是 x 零 ，y 零 ，OK， 这是 Lacto-Voltaire predator prey 啊，就
所以我们在生态的系统或是在我们人类的比如说企业的竞争也是大吃小。哎，哦，你看看这个 Cusco， 哇，这大。所以什么叫小鱼呢？就是杂货店啊，就一间间倒啊。OK， 哦，那第二种是这个竞争模型哦，第二种就是叫做 Lacter Motel Two Species， 两个物种在竞争。这个两个物种的竞争呢，这的模型呢，不只在自然界是很重要的，在 social science 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那一般大家都相信，经过一番竞争，大概以后就剩下两个，对不对？就跟这个我们的政党系统一样啊，到最后就剩下一个国民党，剩下一个民进党，对不对？小党很难生存。OK， 那这个 Lacter Motel 的 Two Species Competition Model 呢是一样的，我们就令这个 XT 比这个 population 好第一个 species。令 YT 呢，比 population of second species， OK， 那这个这两个 species 呢 ，we assume， 哦，这边是 assume。这个，in the absence of competition， 在没有竞争的时候呢，就是 x， and y grows logistically。就是说，当两者没有竞争的时候呢，这个你走你的这个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大家都是相安无事，就是哦，所以它这个 model 就是这样 ，d x d t 等于 r 1 x 一减掉 x 除上，它好。dy/dt r 2 y 一减掉 y k 2 ok， 这是没有竞争哦。好，现在有竞争啦，这减掉 r 花 x 乘上 y， 那这边减掉贝塔x 乘上 y， 好，这是 x 时间等于零，那这边是阿尔法呢，贝塔就叫做 competition coefficient。对不对？这阿尔法跟贝塔，
所以呢，你可以看看，阿尔法，当阿尔法跟贝塔都很大的时候，我们就叫做 strong competition 啊。当阿尔法跟贝塔很小的话，我们叫做 weak competition。OK， 那所以呢，哦，这是阿尔法，当然一定要大一点啦，贝塔也大一点。OK， 那以后我们会仔细的分析这种数学模型。什么时候这个 species one 会赢？哦，什么时候这个第二个 species 会赢？什么时候它可以共存？什么时候它可能是 bistable？就说 ，OK， 所以这个东西以后我们会好好的，study 一下啊、哦。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有一些这个，example。那这叫 Rosen's with MacArthur Predator Prey Model。那刚刚我们讲的说是比较简单的，就是 Lucky Motel， 太就是使用，虽然这是非线性的，但是是比较简单的、哦、那这个，比如说，在这个 model 里面呢，它是怎么假设呢？比如说 X T 是 population。YT population predator。那这边有个假设呢，哦，就说，哦，这是 X， 哦，那。它是这个形式，这叫 M， 啊、哦，那就是 M over 2 A， 这是叫做 M X A plus X， 所以这里呢，就说这里有一个假设呢，这是。这是 prey 被获食的、哦、被吃掉的，它的 population。那这个这是 x 轴，对不对？啊，这 y 轴是什么呢 ？y 轴是one over y dy dt。啊、哦，就是这个 term 呢，我们就叫做per capita。Growth， 好，就说，比如说台湾有2300万人，对不对？那我们讲说台湾没有2300万人，我们平均每个人生0.9个，就是 per capita， 所以这边是 dy dt， 就是单位时间的变化量。还除上一个 y， 哦，哦，这个就是，所以呢，这边是它的方程式，那这里呢，它的形式是 mxa plus x， 这边 m 就是一个叫做 maxima
growth rate。A 我们叫做 hub saturation constant。你看看，当这个 x 等于 a， 你带到这里面去的话呢，刚好就是 growth 的一半。OK， 所以这个这里面，比如说 a 如果越来越小，如果是小的话，它就生长得很快，所以它这个 model 是 dx dt 减掉 rx。一减掉 x over k， 好，如果这个这大小于没有大于次的话，它是假设它是 growth logistically， OK， 好，这是，然后呢，这边是 minus， 比如说它被吃掉的，好，被吃掉的是数目呢？是 one 是 one over e 打好了 ，m x a plus x 乘上 y， 这是被吃掉的，哦，所以这个 term， 哦，这个 term 是，它代表是 consumption。Predator， 好，然后这个 dy dt mx a plus x y 减掉一个死亡率 dy， 好，这一搭我们称之为这个 year constant， year constant 代表周针你。吃多少东西产生多少，吃多少小鱼产生多少大鱼，哦，它的比例，哦哦，所以 one over eta 这个 eta 是这个是，population，哦，所以这个是Yeah. The population produced of predator. Oh. The produced. Oh. The population of prey consume.我们假设它是成一个比例，啊 ，a， 啊，这个 x initial value 给，所以这个 ecologically， 我们现在这个在给个。一个例子哈，这食物链啊，这叫做 food chain model。这互切嘛，就是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在吃什么呢？吃虾米，对不对？就是有三个哈，所以我们这边，这个互切 model 呢，我们就令这个，XT 是 population of prey。YT
operation of predator GT population of top predator 好，所以它这个是叫 X Y G right 这个 Y 吃 X G 吃 Y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方程式写下来 dx dt 等于 rx 一减掉 x over k 哦，这是最下面那一层 的生物哦，然后就被一打 one 哦，被这个 m one x a one plus x 乘上 y 这被 predator 吃掉了，啊，这边就变成是 m one x a one plus x 乘上 y， 再减掉死亡率，啊 ，d one y， 啊，然后再减掉这个被吃掉的，啊 ，a two plus y。M two y g， 然后 d g d t 是 m two y a two plus y 减掉 d 二 g， OK， 所以这个 model 就这样造出来了。那这个 model 是。你要去分析它，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OK， 啊，其实这个这里面有一些这个 strange attractor，OK，、okay, 是有一些 chaos in Fourier model。哦，这个以后我们会 study。OK， 那我们现在剩下几分钟，我们就来讲一个，example， 这是 SIR model， 这个 SIR。IR model 是代表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流行病的数学模型，哦，那这个现在这个流行病呢，有各式各样的流行病啊。那这个 model 是最原始的流行病的 model， 是在1920年代，哦，那是。是 McCormick， 那这个人呢，他是在1920年代在印度，那印度有很多鼠疫啊，哦，所以他造了这个第一次是用微方程来描述这个鼠疫的传播。OK，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什么叫做 SIR， 比如说 ST 是 population of susceptible 就是它是可以被传染的。就是他是个健康的人，可以被传染了啊。IT 是 population of infective
RT 是 population of removable。所以我们这个我们的就是这样 S I R这健康的人被感染了，得到疾病了，啊，得到疾病以后呢，他可能死掉啊，啊，不然就是恢复健康啊，啊，恢复健康，但是他可能会得到一些 immunity， 就是他免疫，啊，所以他的方程式是 d s d t 在单位时间。minus beta is， 这个健康的人呢，在单位时间呢，他 i 乘上 s， 所以这些 beta 我们叫做 contact rate。Contact rate， OK， 然后呢 ，d i d t， beta i s， 这边就过来，哦，这个叫做这 beta i s， 哦，但是它单位时间就会 remove 到这里来 ，d r d t， 哎 ，OK， 所以呢，这个我们就这个，所以它的 initial value 呢，比如说 S 零。S 零大于零 ，I 零 ，I 零大于零 ，R 零等于零。这刚开始时间等于零的时候，只有两种人，一个是健康的，一个是已经生病的。哦，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方程式。这个以后我们也会好好去 study 这个，哦，那所以我们就，大致讲起来，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章就讲完了。哦，第一章其实是就是数学模型，你们要去学，从物理的，从生物的，你们要去习惯。给你一个数学模型，你就要去要了解它怎么来的，怎么造出来的。OK， 好，因为这些模型就是模型，离实际也许有一段距离，对不对？所以当你这个了解别人的模型以后呢，你就会有能力去造出新的模型。